越是动荡的时代，越需要佛法的温暖。历经了三年疫境，法鼓山始终秉持着创办人圣严法师的愿心，发挥大悲心起的精神，积极弘扬汉传禅佛教。圣严法师和方丈和尚果辉法师皆为立正大学校友，每善因缘不仅缔造了法鼓山和立正大学的深刻友谊，也促进了法鼓山推动佛教高等教育的坚定信念。为了因应世界多变的挑战，法鼓山致力于培养连结国际社会的佛教人才，透过多元的形态，持续将佛法智慧传送给全世界。圣严法师曾经于西元2000年应联合国邀请发表演说时，呼吁世人正视心灵贫穷才是使人类生活环境失去平安和幸福的事实。因此法鼓山常年致力于推动心灵环保运动，在净化人心、净化社会的宗旨下，开展各项弘化与教育工作。僧团法师除亲赴欧、美、英、莫斯科、德国、波兰等地，以汉传禅法帮助大众，在动荡环境中净化心灵、安顿身心外，也出席国际间各种关心气候变迁、宗教族群融合等议题的跨界交流会议。方丈和尚果辉法师更曾代表汉传佛教出席新加坡凝聚社会国际会议，呼吁世人以慈悲平等心消弭冲突与纷争。在学术交流上，法鼓山与全球各宗教学者及大学院校互动良好，经常举办各类型学术讲座及线上线下研讨会议，将佛法利益众生的精神弘扬光大，普润人间。1994年，圣严法师提出三大教育，作为法鼓山建设人间净土的方法与桥梁。大学院教育是为培养弘法、研究及社会服务人才。大关怀教育是以佛陀慈悲济世精神于海内外赈灾扶贫、临终关怀、温暖苦难者的心。大普化教育是透过念佛、禅修、法会礼忏、经典共修乃至生命教育等课程推广，将佛法普及于大众生活中。尤其于法鼓山上所设置的环保生命园区，以简约清净的植存观念，为台湾殡葬文化的改革带来深远影响，也落实了圣严法师希望以心灵环保为核心，全面推广礼仪环保、生活环保、自然环保。透过这四种环保运动，使人类生命品质提升的大悲愿心。未来
法鼓山将继续迈向世界佛教的道路，以圣严法师的度众悲愿为领航，弘扬汉传禅佛教为使命，善用多元弘法，协助大众找到身心安定的道路。誓愿以佛法不灭的光与热，开发人人心中的光明，共创安定祥和的人间净土。我们在台湾以及在全世界各地做了一些教育的弘法的工作，如果真有一些功德的话，我也愿意用修行的功德、弘法的功德呢，回向弥正大学，我的诸位啊先辈，以及弥正大学今后啊更能够发扬光大。